热带观赏鱼聚集的美丽海湾，夏威夷恐龙湾繁衍生息着450种观赏鱼。恐龙湾原是个火山口，海水冲刷灵山一面，形成马蹄状海湾，戏称马桶湾，多次评为全美最佳海湾。海湾像个大鱼缸，鱼儿在此没有天敌。海湾保持自然原生态，今天就来看看吧。这里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百万游客。鱼儿来得有点早，看看入口周围环境。因游客太多，排队辛苦，改为网上预订。和气两鱼类票价从7.5块升到25块。先看教育录像，不碰动物、踩珊瑚等。真倒霉，有人在旁边不断咳嗽。夏威夷这些天动辄感染人数上千。今日报1678人感染，生活一切照常进行。估计是小学生上学把病毒带回家了。自己走下去，一路看景。多部电影在此拍摄，包括《蓝色夏威夷》，真漂亮！蓝海、黄沙、白浪、黑石与游人融为一体，犹如一幅现代派风景画。水质清澈，能看见水面下块块礁石。说原来五彩珊瑚被游客踩成了黑礁石。眼下那片亮蓝色区是浮潜佳地，鱼多浪响。有人在东头远处浮潜，说观赏鱼不多。现在控制人数1000人，平日3000人。救生艇、冰室、潜水器都练特殊应急权。恐龙湾神奇的地方，从沙滩一入水，就能看见观赏鱼，小心别踩着。来到信息铺，看看此处观赏鱼图像和名称，能记住几个就不错了。好些夏威夷独有。还有几幅太多了，不看了，看海里活的。黑条纹鱼最多，因外表像穿囚服，叫罪犯堂。夏威夷鸽蕊鱼、独角兽鱼、这叫太平洋线旗鱼，夏威夷培训成功，肉很好吃，环保人士不让养，移到马绍尔国养。黑点军刺鱼、夏威夷周鱼、礁豚，色泽和图像像画师设计的。它这叫线旗蝴蝶鱼，很漂亮。这叫北点刺尾鱼，
珊瑚。这叫四点叠语，总是一对出现。不知这鱼名称挺漂亮，应是湖电鱼吧？黄塘鱼夏威夷培训成功，作为观赏鱼销售各地。五带锦鱼，要问这么多鱼吃什么？海藻、浮游生物。来恐龙湾，不玩浮潜可惜。恐龙湾以浮潜闻名世界。淡水冲洗区，看陆地多么聪明，能打开包偷吃东西，拍死黄鼠狼回松鼠，后查是鼠鼬，能吃掉眼镜蛇的凶猛动物，夹在山崖上。吃得满一环，赶不走。给游人一个远拍，排队坐回程。动车稳定怀胎，高处看海浪翻卷，给海湾不断换水，给鱼儿带来养分。完了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